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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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状元。你竟敢说出什么满汉之风的话来！你，皇上，皇上，满汉怎么就没分别呢？列祖列宗八旗议政的时候，有汉人吗？对呀，那时候有汉人呐。你说的话有理啊，有些事儿坏就坏在善改组织上的，在太祖太宗手里头，满人他就是满人，汉人就是汉人，这哪能不守规矩呀？说的对，说的对呀，言之有理。我等啊，还是我们老祖宗的制度好。当年我们入关的时候，总共有12万兵马，横扫中原，所向无敌。可现在呢，青海一个罗卜藏丹增不到10万人马，朝廷用了年羹尧这个汉人，嘿，花了上千万两银子，用了23万兵马，还逃了首恶元凶，真是我们齐人不行啊！还是朝廷现在的制度有问题？当然是制度有问题，今儿改，明儿也改，把老祖宗的制度全改没了，能不出问题吗？说的对，有理，皇上，今天咱们把这一揽子事儿全都抖了清楚，对，抖清楚就抖清楚了，透露了，皇上都耍清楚了。两个章程，整顿旗务，连着政务，一道整，仍旧是皇上掌总。咱们呢，恢复了八旗议政的制度，上三旗由8爷、9爷、10爷任旗主，下五旗还是13爷和咱们4个的旗主，嘿。这样事权就有了主，旗务和政务一同商量，一同下令，皇上也免得如此辛苦，天下就太平了，岂不好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有制度，哎，有道理啊。要是精辟精辟八旗议政的话，我们也就好啊，好啊，到底露出真章了。朕在继位之初就已经说过，朕无意做这个皇帝，只是圣祖托付，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圣祖是一代明主，就是撤销八王议政，那也是他老人家手里做的事儿。你们今天突然发难于大庭广众之中，说是要恢复八王议政，朕想知道你们的真心。究竟是圣祖错了呢，还是朕有什么失德的地方？明说了吧，你们谁想当这个皇帝，不妨站出来直说。臣有话要说。朕是问他们，没有问你。这是朝会，臣也能说话。
朕现在就是不听你说话。皇上，请让臣说话。土地臣，奴才在。调两棚御林军来，守在殿外。凡是扰乱朝会的，都给朕抓起来。皇上，奴才失职，奴才有罪。怎么了？御林军都让隆中堂调来的步兵统领衙门的人换防了。隆科多，隆科多在哪儿？回皇上，奴才在。隆科多，谁叫你调步军统领衙门的人来的？回皇上，今日朝会出入的人太多，奴才兼着领侍卫内大臣的差事，万一出点娄子，非同小可，所以奴才才增添了兵力维持防务。那好，你即刻调两棚御林军来，交给涂立琛。请问皇上，今儿个在座的都是我大清国的诸王公大臣，那么调御林军要抓谁呢？你讲这话是何居心呢？皇上，奴才只有一颗事主之心。想当初天命六年，太祖武皇帝曾率诸王对天共同分香祈祷，说上下神之，吾子孙辈中若有不善者，天可灭之，勿加以行伤，以开杀戮之端。今儿个四个祈主王爷奉旨前来共商其务，说得对，皇上可纳之；说得不对，皇上开导之。千万不可以做出有违太祖圣训的事来。好个事主之心，算朕看走了眼，居然让你管着九门。隆科多，你不要忘了，在城外面还有丰台大营、西山锐剑营，比你步兵统领衙门的兵力要多上好几倍。皇上这话真让奴才无地自容。奴才这样做也是为皇上着想，也是为祖宗的江山社稷着想。现在不仅仅是奴才，就是九门的将士，包括丰台大营和西山锐剑营的将士，也和奴才一个心思，望皇上能够见纳臣下的忠言，不要动不动就以兵刑相加。话吗？丰台大营和西山锐剑营的防务已被四个旗主带来的参将共管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八叔他们说是皇阿玛同意他们进驻两个大营整顿兵务的。好手段，老八，你果然是深藏不露啊。哼，皇上，这话臣弟可就听不明白了。让关外的铁骑帮助关内整顿旗营的兵务，这是皇上您的旨意，并不是臣弟的主张。啊，这事儿洪昼可以作证。洪昼，当着满朝的大臣，昨天晚上你说过这话没有？二臣，三哥，回皇阿玛，武帝也就是误说了一句，是听皇阿玛亲口说的。
话吗？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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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动。洪昭，你是三叔，真是疾病发作，去看太医了吗？回皇阿玛。是的。他不是被什么人挟持了吧？儿臣不知道。皇上，要不要退朝？不，云四，朕只想你说一句：要是十三弟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和你那些同谋们，那就是自绝于天地，自绝于列祖列宗。哼，皇上，您把臣等看得也太坏了。自古从来就是皇上想抓就抓，想关就关，想杀就杀。做臣子的能保住这条性命就算不错了，哪还有丝毫加害他人之心呢？今儿臣等别无他求，只求皇上能让臣弟尽几句忠言。好，迟早你也会跳出来，让你说。好，只要皇上能让臣说几句话就好。曾几何时，谢济世、陆生南忠言直谏，皇上非但不听，反而杀了他们。今天，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和诸位铁帽子王，臣斗胆发问：圣祖仁皇帝当朝的时候，能发生这样的事吗？不能。皇上时常抬出圣祖仁皇帝，那么请问，圣祖仁皇帝是这样吗？不是。我大清列祖列宗励精图治、苦心经营的这一片江山社稷，到了圣祖手里，政治清明，版图一统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国事蒸蒸日上，人称康熙盛世。可皇上却口口声声圣祖晚年倦于朝政，吏治腐败，国弱民穷，好像圣祖留下的不是一片宏伟基业，而是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。臣切为圣祖不平啊。皇上自继位以来，仅仅在用人方面就有很多失误，可是群臣是敢怒而不敢言呐。难道这不是我们朝廷的不幸吗？用年羹尧，朝廷就耗费了几千万两银子，可大部分都让他贪污挥霍了，国库怎么能不空？用田文镜，他把河南的读书人全都得罪了，以至于生源罢考，天下震惊。大家说，人心怎么能不失？再说，
士绅不当差不纳粮，这是千百年留下来的古制，可皇上却要强为逆行，以致天下士绅怨声四起，人心惶惶，政局怎么能不乱？圣人说，君为轻，社稷次之，民为重，士为四民之首，没有了士绅的支持，祖宗的江山社稷如何能够稳固呢？皇上，适才简亲王他们提出的八王议政，纯是出于对祖宗的江山社稷负责，出于爱国的一片忠心呐。皇上，让大家出来，共同的辅佐您，齐心协力，匡正绝师，治理天下，这有何不可呢？说得好，和祖宗的江山社稷比呀，这一切都得让步。对呀，皇上，你就这么怕八王议政吗？是啊，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就是，皇上，对，请皇上恢复八王议政的组织。看样子，朕就是想不同意，也不成了，是吗？你们以为？勾结了隆科多，调兵逼宫，就可以逼朕就范，是吗？皇上，您说这话，臣等如何担当得起啊？臣等对朝廷并无二心，更何况造逆？请皇上见纳四位齐楚王爷的提议，恢复八王议政，保我大清江山兴旺发达。好了，皇上，请四位齐楚王爷进关共商齐物是您的旨意，让关外铁骑帮助整顿齐营兵务也是您的旨意。您既然决心整顿，那为什么就不整顿到底呢？皇上，臣有话要说。你说，这九爷、十爷，今天是朝会，你们刚才说了那么多，我是先帝的老臣，两朝的宰相，这下面就有我许多的门生故吏，你们该不会把我也当成满人的狗，不让我说话吧？刚才各位齐楚王爷说到了八旗议政，请问什么叫八旗议政？哼，这还用问吗？八旗议政就是当年太祖爷封的八个铁帽子王共同商议政务，因此也叫八王议政。是啊，对呀，对呀，是不对。什么叫八王议政？我来说说吧。一位天明四年，太祖令楚护理等五臣与科尔科部五位王共谋联合反明。哦，注意，这不是八王，而是十王，因此也叫十固山执政王。到了天命六年，情形又是为之一变。参与盟誓的并没有五位王，也没有科尔科部诸王，而是四大贝勒、代善、阿敏、蒙古尔泰和我太宗文皇帝，还有德格雷、耶尔哈朗、
阿济格和月托四王，这就是所谓的八王议政。但是在此以后，凡是遇到大事居民议政的，又不定是这八个人。太祖遗嘱中所说齐主各主一齐的，像多尔衮、多铎这些王爷就不在八王之内，因此也就从来没有什么八旗议政。显亲王爷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差不多吧。啊，真是，为什么呢？正是因为八王议政从来也没有事权统一，而且容易引起人的篡权夺位之心。我世祖张皇帝当时一揽上三旗之权归于天子，圣祖仁皇帝又将旗营、汉军营统编入兵部，由国家统一提调，都是这个原因。八爷，您是参加过编纂八旗通志的，该不会不知道吧？如果八旗各方为政，定会同室操戈，祸气消强，不耽误今日之大志，诸王齐主王爷岂能安会圣经？因此今日重提所谓八王议政，不但不合时宜，而且定会扰乱国家政局，断不可行。你说完了吗？没有说完。今天是朝会，皇上已有明旨，议的是新政。可是几位旗主王爷却节外生枝，提出所谓八王议政，因此我才不得不就此话题说说清楚。刚才八爷、九爷和各位旗主王爷一起指斥新政，攻击皇上，这才是我今天一定要说的。我张廷玉追随圣祖康熙皇帝凡20年，圣祖的心思我最清楚，他老人家直到病天念念不忘、耿耿于怀的就是整顿吏治、改革弊政。康熙46年，黄河发大水，泽国千里，灾民百万，朝廷却拿不出钱来赈灾济民，全靠当今的皇上和13爷到江南募捐筹款，才度过了那次难关。献帝也曾对我说过，再不整顿吏治，这个国家就危在旦夕了，因此才有了后来的追逼国库欠款。先帝数次下决心要平叛乱，都因国库空虚而无法用兵，对此先帝经常食不甘味，夜不安息。先帝也经常对我们说，再不改革弊政，朝廷连用兵都没有办法了。先帝爷为什么不立刻整顿吏治，推行新政呢？就是因为诸位皇子为了争夺嫡位，把朝局弄得错综复杂，先帝实在是没有精力完成这番大业了。先帝也曾经对我们说过，看来这件事情也只有寄希望于后人了。马中堂，您说是不是这样啊？啊，
张中堂所言句句事实。自我当今皇上御籍以来，秉承先帝的遗愿，为了江山社稷，为了天下苍生，推行新政是有目共睹啊。摊丁入亩，使国库每年的赋税增加了一半。火耗归公，虽然使那些地方大员没有了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的进项，可是国库也因此又多收入了20%。田文静在河南推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，虽然使那些有田的大户们多少受了点损失，可是河南境内却因此又多收入了40%，穷苦的百姓也相应的减轻了负担。这些都是真事儿，发生在眼前的真事儿啊。八爷，您说是吗？八爷，您是总理王大臣，人称贤王，更应当以贤为怀。这些眼前发生的事儿，您不会不知道吧？别人反对新政，八爷您是最最不应该反对新政的。你放肆！你口口声声赋税赋税，朝廷的钱就是再多，失去了人心又有什么用呢？我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，正是因为像你、田文静、年羹尧这些奸臣酷吏，才搞得人心失尽。哼，我知道。你是怕恢复了八王议政的组织而失去了你军机要臣的职位，是不是？八爷，咱俩同时弃官不做，归隐山林如何？恕臣再说一句直言，只怕我张廷玉舍得走，八爷您舍不得走啊。哼，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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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反了。皇上，汉臣有这样对齐王说话的吗？这样是不像话。你们对朕尚且这样子说话，张廷玉和允嗣同朝为臣，为什么不能这样说话？你给朕坐回去。嗯，老伯，永信，承诺都洛，你们还要替八王议政吗？瑞亲王，微臣在。刚才朕都看到了，他们逼宫，你没有和他们掺和，朕很高兴。谢皇上。起来，坐吧。皇上这话，臣弟不能认同。这瑞亲王进京，和其他三位王爷一样，在一起一同议了整理齐物的纲目。哎。还一起建议了八王议政，并没有谁在背地里另起炉灶啊！是啊，是啊。不知皇上所说的他们逼宫指的是谁啊？这掺和又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没有私底阴谋。皇上若无施政，为何害怕八王议政？允嗣，你是铁了心要自绝于朕？自绝于列祖列宗吗？皇上，是不是自绝于列祖列宗？黄泉路上自有印证。
皇上。什么事？十三爷。十三爷怎么了？回皇上，十三爷他来了。抬进来，抬进来，哥，聋了？皇上叫你们抬进来，就抬进来。这快！哦，李德全，奴才在。把这个靠垫给十三爷垫上。哎，正和。什么调陈建议可以直接向皇上说吗？干嘛要那样做呢？涂立琛在。把他们带上来。这几个人陈帝都带来了，该如何处置，请皇上决断。处置他们有什么用？先带下去，免得污了朕的地方。这押下去。这走。隆科多呢？回皇上，隆科多刚出正殿就被我看住了，要不要叫他进来？朕不想见他，带他到应该去的地方。这八爷、九爷、十爷，朕累了，想必你们也累了。涂立琛在。送他们回府。遵旨。八爷、九爷、十爷，奴才奉旨送各位爷回去。皇上四哥，你赢了，你赢了。可是弟弟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是皇上，你是赢不了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满朝的文武大臣，除了一个你曾为他掌过灯的王文昭，还有这两个高官厚禄的军机大臣，哦，还有这个废了的老十三，还有谁替你说话？皇上，皇上，送走。无非是意思而已。皇上四哥，
兄弟们就等着你来杀了。老九老十，不要脓包求人，走。我说，四位王爷，你们还不赶快向皇上认罪呀？难道真的要皇上废了你们头上的铁帽子不成吗？啊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臣等，臣等是知罪。知罪。朕既不加罪，睿亲王都洛宅心仁厚，不予处罚。其他三人罚俸一年，到理藩院把八旗通志各抄十本，带回去给你们的子孙们看。谢皇上隆恩。省得以后再有人提什么八王议政。今天朕好伤心呢，朕伤心的不是允嗣他们逼宫乱政，朕伤心的是这么多朝廷官员居然一个个作弊上官。平日里你们口口声声君君臣臣，今日君父当此危难之际，你们的忠爱之心都哪里去了？难道朕真是什么桀纣之君吗？皇上，朕自登基以来，为了这个千疮百孔的江山社稷，为了我大清的无数苍生，不得已推行新政，日夜辛劳，累得筋疲力尽。没想到竟这样得不到你们的理解。看看这个十三爷吧，二十年前谁不知道他是英武豪侠、义薄云天的拼命十三郎啊，如今累成这个样子。还有这个老臣张廷玉，这才几年呢，须发已经是皓白如雪呀。还有一个李卫，也累坏了身子。有人对田文镜说长道短，田文镜火耗才收到三千。他在给朕的奏折上说，骨瘦如柴，恐年命不永啊。他也是累疯了，这个皇帝位子有什么好？偏偏像允嗣、允汤这般小人，打横炮使邪力，必欲取之代之而好安。二好鬼，对，他们是猪，是狗，是哈奇的，是塞子黑。十三弟，十三爷，老
十三爷，十三弟。不会的，吴先生说过，你有92岁阳寿，92岁，你知道吗？臣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连日带夜，要是这样算的话，正是46岁。皇上，我十三弟，十三弟，传太医，传太医呀！